尊敬的宋卡利加波博士、波泽兰阿格尼博士、诸位教授、诸位博士、诸位嘉宾、诸位大德，大家好。这一次得知罗兰大学举办国际蒙古佛教研讨会，以引请蒙古文大藏经，这确实是值得庆祝的一桩大事，我感到非常欢喜。贵校来函，相邀与会，令我倍感荣幸。但是年届92的身躯使我力不从心，加上目前尚有法务缠身，分身乏术，不得已只好录制这一段视频，以表达我衷心的祝福。希望大家原谅我无法共日生辉的苦衷，非常感谢大家。蒙古文大藏经的翻译历经了中国元、明、清三朝，它是蒙古地区的佛经总集，也可以说是蒙古佛教文化的百科全书，这真正是稀有的珍宝。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面临保存的危机，2012年我们有幸听到教刊出版蒙古文大藏经的消息，于是尽己所能地提供了一些资助，共享盛举。目前这部大藏经已经引印出版，并开始分赠寺院和学术研究机构，这正是人天共庆的一桩大好事。蒙古文大藏经的学术与文化价值，此次蒙古文大藏经不远万里而来，落户匈牙利罗兰大学，因缘的确非常殊胜。罗兰大学对蒙古学与佛法的研究持续蓬勃发展，不但历史悠久，而且研究领域更是日益完善多元。贵校的蒙古及内亚研究系、蒙古研究中心和布达佩斯佛教研究中心都是致力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涵盖了宗教、语言及文化、游牧传统、历史等方面。谈到蒙古的宗教与文化，我们不难发现佛教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蒙古文佛教典籍对于研究蒙古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蒙古文大藏经内容浩繁，除了佛教
经律论之外，还包括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建筑、科技等诸多领域。简而言之，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佛教哲学范围，也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文化与知识。不仅如此，蒙古文大藏经还同时汇集了蒙古语的精华，对于研究没有蒙古语修辞语法以及佛经翻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蒙古文大藏经的总编辑金峰教授告诉我们的，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而最终形成的蒙古文大藏经，甘卓、丹卓具有十分突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拥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故其蒙古学协会前秘书长沙比拉教授也认为，新近整理出版的蒙古文大藏经是近年来国际蒙古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所以它不但是我们研究佛教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蒙古文化、东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内蒙张家大师与我的因缘认识佛陀，内蒙古的第七世张家胡陀克陀是我的老师。蒙古语胡陀克陀有明心见性、生死自在的意义，张家大师终身简朴勤修，戒心圆满，精通汉、满、蒙、藏语文，熟读五部大乘经典，显密圆融，行住坐卧沉稳安详。张家大师是我学佛的第二位老师，我是从哲学入佛门的，26岁开始学佛。第一位老师是当时知名的哲学家方东美先生，方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很有吸引力，我就开始认真研读佛经，把佛法当成哲学来看待。半年以后，很幸运地认识了张家大师，他让我知道了哲学不是佛法的全部，它只是佛法的一个部分。我学佛的根基是在大师的指导下奠定的。大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学佛要先认识释迦牟尼佛，才不至于走错路、走弯路。还告诉我，释迦牟尼佛的详细传记收录在《大藏经》里，《释迦谱》及《释迦方志》。读了这两本书之后，
才了解释迦牟尼佛是人不是神，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的王子，为了解决生死生老病死的问题而出家学道，后来大彻大悟，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通达明了，随即讲经说法，将自己证悟的真理传播出去。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用现代的话说，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所以我们认识到佛教是教育，是释迦牟尼佛对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佛陀教育的目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学习佛法首先要厘清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佛法，厘清这几个问题对于学习佛法帮助非常大。佛是古印度梵语里面的音译，意思是智慧，是觉悟。佛有体有用，从其本体上说是智慧，从其作用上来说是觉悟。这里我所说的智跟我们普通概念里面的智慧不一样，它有三种解释。一，一切智指正确了解宇宙本体的智慧。二，道种智指宇宙万象的产生现象过程以及结果，能正确明了的智慧。三，一切种智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圆满明了的智慧。觉也分成三个层次，一是自觉，即是自己的觉；二觉他，即是帮助他人的觉；三觉性圆满，即是指自觉觉他都达到圆满。智是体，觉是用，所觉的对象是宇宙人生。宇宙人生我们用一个代名词称之为法，它包含无尽时空里面一切万事万物。佛法这两个字合起来看，就是无尽的智慧觉悟，能够觉了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所觉的对象没有边际，能觉的智慧也没有边际，而能觉与所觉是一不是二，这很不容易理解。我们用梦境来做比喻，譬如我们做梦，在梦中一下子觉悟到我在做梦，知道梦里所有境界都是自己的心变现的，心能知，梦境是所知，这个知觉的心跟梦境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法不是哲学，
佛法的能所是一，而哲学的能所是对立的。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能够圆满了知宇宙万有的智慧的能，是自己本来居住的不仅佛有，一切众生都有，众生与佛是平等。虽然平等，可是我们今天的智慧能力确实是与佛不相同，那是因为我们把本有的智慧的能迷失掉了，这一迷失就带来了苦。对于宇宙与人生的真相茫然无知，看法想法统统错了，导致说法做法也全错了，说错做错了，后面一定有结果，结果就是六道轮回，不得不经历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过出众苦交集的日子。如果一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真正理解，没有想错，没有看错，做错所得的结果一定是快乐，迷是苦因。那么我们是如何失掉本有的智慧德能？佛用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执着遮蔽了我们的智慧的能，断掉妄想执着，本有的佛性就恢复了。佛法教学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放下妄想执着，破迷开悟，从而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就是成佛，这也是佛法教学的终极目标。心即心证，得佛法真实力，如何才能离苦得乐？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呢？佛是老师，老师只是教导我们理论方法，学生的成就必须要靠自己发奋努力修学才能获得，而修学是有次第的。佛门的修学分为四个阶段：心、戒、行、证。心是第一步，我们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何为缘？就是他能信，能信就是缘成熟，佛度众生一定是先度能相信的这些人。信首先信自，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自己本来成佛，相信自己的真如本性现在被染污了，只要把染污去掉，恢复自信，就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第二是信他，他是指佛，佛为什么要帮助众生？因为佛所证得的
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他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从一体流出的大慈大悲，佛就是以这种无条件的爱为推动力量，加上大智大德的方法手段，来帮助无尽的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相信佛，依照佛所讲的道理方法修行，决定能成就，建立信心，然后求解，修修，没有怀疑，才会体会到快乐而没有障碍。学佛求的是一切通达明了，这个方向不能偏离。研究经论可以选一物，然后把心专在这一步，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佛法修学跟世间法的观念不一样，世间提倡唯学要像金字塔，先要剥，慢慢再进。佛法修学像大树，学一门把根扎深扎牢了，以后枝叶花果就很茂盛，所以先专后薄。理解了之后就要开始修行。这就好比我们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先研究地图，这是在解上下功夫，知道道路怎么走，准备就绪之后就要开始起步，踏上旅途。因此理解明白经典的义理之后，要先，也就是把它落实在生活上，以经典为标准。如果我们的看法想法跟佛讲的不一样，要知道自己错了，佛没错，要勇于舍弃自己的错误，依靠佛的知见来修正我们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语、行为，也要用这个标准来修正佛门说的修行。就是指修正自己错误的看法、想法、语言、行为。所以佛法不是华而不实的空洞理论，而是能够落实在现实生活的，能够落实就能够获得佛法的利益，真正是烦恼轻，智慧长，从而能够产生法喜，产生不疲不厌、持续修学的动力。什么叫真？真是其如境界，这个真就是亲自真实。事实真相确实如佛所说，这才算数。佛在经上所讲的理论，如果只是听佛说的，自己没有见到，这总是隔了一层。古德所谓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这就是你真正喝到那口水，知道它怎么回事情。佛教在世间的目标是圆满的，帮助我们解决一切苦难的问题，让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得到幸福快乐，家庭美满，并且生活在一个和平和谐安定繁荣的世界里。至于未来的目标，超越六道，了脱生死，乃至圆满成佛，其殊胜的利益就更不可思议。我学佛到今年67年，讲经教学也有60年，真正得到的老师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是快乐，天天生活在欢喜快乐当中，这与富贵贫贱没有关系。虽然这几十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挫折，但是那些对于我来说不是挫折，而是考试，帮助我不断提升，出顺境善缘不生贪念，出逆境恶缘不生嗔恚，都能够自在欢喜。这是因为我每一天都在读经，从经典当中学习对于事出世间法一切法的真相，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就越来越欢喜。所以我这一生感恩老师，感恩老师让我有机会知道佛法这么好，感恩佛留下了这么宝贵的经典，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自己这一生能守得稳守得定，坚持走在这一条正法大道上，接受并弘扬佛陀的教育，完全依靠经典的教化，经典的利益，确实不可思议。今天我们获得了这一部《蒙古大藏经》，希望大家都能借此殊胜因缘，共同来学习与弘扬佛经里无量的智慧宝藏，不仅自己获得真实利益，也能利益他人，进而造福现代社会乃至全球人类。在此谨祝福本次讨论会顺利圆满，祝福大家福慧圆满，六时吉祥，身心康健，光寿无量，谢谢大家。